近日，张亮在微博发拍摄某综艺花絮时，有网友评论道：希望你专心管好自己的饭店，真是黑心商家。于是张亮反手回一句：去吃杨国福啊。昨晚杨国福麻辣烫官方微博隔空喊话模特张亮，感谢他对自己的认可，并希望他能成为自家代言人。网友调侃，广告词都想好了，杨国福、张亮都说好吃。